近日，贾静雯发动态分享自己的体重，居然还不到90斤。贾静雯发文表示，经历这2周的魔鬼训练，出现了惊人的数字，要保住现在的数字，不要再往下变化。身体要健康，心情要快乐，吃好睡好才是最大的福气。此前浪姐私的路透里，贾静雯的身材和状态就很好了，根本看不出今年已经48岁，如今录制2周又瘦了许多，要注意身体。贾静雯一直都很自律，生了2个小孩也不见身材走样，出现在公众面前一直都是身材很好。之前贾静雯跟老公修杰楷参加综艺时，修杰楷就监督贾静雯管理身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。贾静雯表示，老公修杰楷一直都会监督和鼓励自己运动。网友表示，有这样的老公很难不瘦吧。人在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有惰性，然后也会是修一直讲说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我现在要怎样？我觉得你要跑距离，不是跑时间，就可能要先从3K 5K 开始，可能你要先排个3天都是跑距离。贾静雯夫妻两